自己本身在家里你自修自己修行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在一起同修的时候啊，互相切磋，那么同修的时候集众人的力量，同修的时候也会产生更大的法力。会有比自己在家里头一个人修的力量大，当然了，一个人的力量小，众人的力量大，众人的力量大，众人一起在念咒的时候啊，它会产生一种共鸣。众人一起观想的话，也会产生一种共鸣。那众人呢，一起这个好像是说解锁印入三昧地的时候，也会产生共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法力出来。